上一支影片呢，我们讲的这个 kidney meridian，然后还有我们的 liver meridian，这个肾经还有我们的肝经。接下来呢，我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大腿外侧的伸展。大腿外侧呢，这边延伸的到你的这个侧腰，这是我们的膀胱经。OK，髋关节你可以做什么动作呢？OK，我们第一个示范的动作就是 squat，前面的脚尽量是直角，把你的脚踝放在膝盖上面，膝盖对着你的脚踝。如果一开始你可能是比较紧的话，你可能放不到没关系。你可以用瑜伽砖辅助，可以吸气。呼气，身体往前。手肘可以放在地面，如果手肘不能抵达地面，没关系，用你的瑜伽砖来辅助。可以在这个体式里面呢，你可以保持1到2分钟，把专注力放在你的身体，让身体给你放松。呼吸上，去感觉你腹部扩张，身体扩张，大腿外侧慢慢的放松。10、9、8、7、6。伸直脚。如果你大腿外侧呢会比较紧的，你刚才在那个 square 的体式里面，你会可能觉得膝盖会不舒服，那么呢，你就要使用瑜伽砖来辅助了。给我们按脚，右脚放在地面，给吸气。把呼吸带到你的身体，以及身体给你的感受，同时把专注力放在呼吸，让呼吸带领你的身体放松。接下来，我们第二个体式 ，Sleeping Swan，睡天鹅。OK，前面的脚，如果你能的话呢，前面的脚就直脚 ，OK，放直。但有些人真的他的大腿外侧会很紧，没关系，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。OK，如果他稍微要斜一点，你就让他斜一点。OK，这时候身体保持中立，后面的脚放平，
如果这时候身体还是无法保持中立，请使用瑜伽砖去辅助。可以坐在你的瑜伽砖上，身体趴在前面，保持你的呼吸。你可以维持30秒或到1分钟。10 9 8 7 6 5 4 3 2 1，吸气，我们慢慢的伸回来，移掉你的瑜伽砖，伸直你的脚，去感受一下双脚回弹。感觉双脚的气息，如果在这个体式里感觉双脚麻痹，你可以退出休息，直到麻痹的感觉过去才接着下一个体式。好，换我们的左脚，同样的，注意前脚，来手肘趴在地上，保持你的呼吸。维持至少30秒至1分钟。把专注力放在你的身体，以及身体给你的感受。无论什么样的感觉，去接纳它。再把专注力放在呼吸上，感觉身体的扩张，充足的呼吸，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往下的沉。不要与你的身体对抗，慢慢的放松大腿外侧、脚趾、10 9 8 7 6 5 4 3 2 1，吸气，身体慢慢
回来，移掉你的瑜伽装，伸直双脚，感受回弹。轻轻地拍打双脚外侧，可以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脾胃经。脾胃经的部分呢，就在你的大腿前侧，以及你的髋部。那我们可以用 Dragon Pose， 或者是Low lunges， 可以右脚放在前方，左脚膝盖往后放松，左脚脚背。可以使用瑜伽砖辅助，轻轻地扶在上面。让你的盆骨往下，肩膀放松。在这体式里面，至少保持一分钟，感觉左大腿前侧伸展。可以坐下，感受左脚大腿前侧回弹。点我换脚，左脚向前，右脚往后，右脚膝盖再往后，放松脚背。开始，保持你的呼吸，盆骨慢慢的往下伸展，右大腿前侧。下去，感受身体的回弹。
下一个动作也是伸展大腿前侧，就是我们的脾胃经，身体稍微往右，抓着你的左脚脚踝，把左脚脚背放在地面，稍微调整你的臀部，确保两个中骨都碰在地面。如果你拱背，拱背就是你的手伸进去，而你的背碰不到你的手背，这就是拱背了。所以这时候你要通过呼吸，吸气扩张你的肋骨，吐气让肋骨往下收，臀部压在地面。当然一开始你还很紧绷的话呢，你的背还是会拱着，所以你就保持长一点时间呼吸。感受左脚的回弹，然后我们换脚，弯曲左脚膝盖，身体稍微转去左边，抓着你的右脚脚背放在地面，调整你的臀部。中间，伸直你的双脚，感受身体微弹，
弯曲两个膝盖，放下你的胸口，再慢慢转去右边。谢谢大家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请你留言。